先来教大家起针啊，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编织说明。我们这一款织的这个是40码的啊，40码的鞋底，40码的鞋底，然后就参照针数表上面这个3就40起28针，先起28针，然后再之后跟18个来回。我们现在来教大家起针啊，我们就简单的打一个结，不用绕的了，就直接用支针来起针就好了。绕的好多人都绕不清楚，之前有录视频的时候，好，就打一个小活结，看好了啊，这样打一个活结，然后拿一根针挂到上面，挂到这个里面，然后把它拉紧。好，就这样啊，再拿另外一根针穿进去，就用平针的织法，平针的织法把针穿进去，然后把这个线拉出来，拉出来这个线不要丢掉，然后直接套到这个上面，就是起好了一针啊，这个针不要放下来，继续。好，两针，如果你说你不会，然后再把它插进去就可以了。你说你把它弄下来不会，再把针放到上面，你就把针拿出来，然后再在下面这一个针上面，然后继续打就可以了。你看，再套上去，拉紧，然后再穿进去。就这样啊，起28针，1 2 3 4 5 6 7 8 9 10，这样是最简单的起针方法啊。我们数一下看起了多少针，这个起的时候拉的有点紧，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，24 25 26 27 28，起针起好了啊。